张学友同太太罗美薇结婚之后，一直都非常低调，极少公开私生活。不过近日，学友嘅16岁细女同知名艺术家陈竹君共同举办名为《重生》嘅画展，学友就亲自到场支持。合照入面可以见到一个疑似系学友细女张瑶萱嘅少女，着上咗格仔纹长袖恤衫，入面着住白色 top， 下身着住烂牛仔裤，留住一头及肩长发，相当随性啊！气质、眼神同妈妈罗美薇都相当神似，就好似饼印咁。